样啊？你干啥呀，三哥？我这牛打栏嘞。啊，老牛打栏了。啊，那个我上配种站检查检查。三哥，配种站检查去。是我给牛检查去。这奶牛不错呀。嗯，还行。这一年呢，你养奶牛可没少挣钱呢。也可不是咋的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么多年呢，过日啊，全靠它了。这又发财了啊。嗯，还行。你是干啥呢？哦，我看看白菜，有两份要买白菜的，我先把这边买卖。不能少卖啊。还行，反正一亩地2000多块钱。哎呀，你也发了。行，那走吧，三哥。啊，走了啊。哎哎，走。汽车配额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伙我活这大岁数头回听说过哈，汽车能配额，这事儿也真是背不住。这要是真能汽车给我配一下牛，要下俩小汽车，哎呀妈呀，那我不发财了吗？对，照着照着，来来，照照照照照来。嗯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哎，来，大叔，师傅啊，给我配一下牛，配下牛，是给我配一下牛。咋配呀、啊？咋配？你们不专业吗？我也不明白呀。找错地方了，这儿不是配牛的，我呢是修车的啊。大叔，师傅你别想，你什么先修什么车？你把这这活撂下，先把我这个研究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大叔，你这我研究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第一你走错地方了，第二这不是配牛，第三我是修车的啊。不是，师傅大叔，师傅我跟你说啊，我大老远来的，我成远了，家都老远了，那牛还有点饿了，你就先把我这活先给我做了，行不行啊？大叔，你咱俩慢慢说，你远近多大岁我不说啊，但是我告诉你明白的，这儿不是配牛的，你走错地方了，我是修车的，明白了吗？师傅，你咋这样呢？我也不是不给你钱，你说呢？不是，哎呀，来，师傅来，这你啊，我先给你还是你。哎，不对，你别我动手，先把我这活先养。不是你先给钱说，你别一会儿讹着我。师傅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过来，师傅，你这么大说，你没听明白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给你这钱快点，我这不是配牛，你该找配牛的就找配牛的，我听着我。师傅，你先把别的活先撂下，你就不先把我这个，哎呀，师傅你得这样。我问你这老头，你是有病？你说谁有病呢？你说谁有病呢啊？你干啥呢？哎，你说谁有病呢？我说你有病。小伙，你说话嘴干净点，行不行啊？我告诉你，说谁有病呢？你别倚老卖老啊！什么玩意儿？倚老卖老啊？哎，你胡搅蛮缠的吗？说谁有病呢啊？我说你就胡搅。怎么回事？老板来了。什么玩意儿呢你？怎么回事？大爷，不是，你是干啥的？我是老板。你是老板呢？哎，你跟我说吧。我来配牛来了。你说我给他钱，他就非得说先。不是，大爷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我来配牛来了。配牛啊？我这也不配牛啊。老板，你咋也跟这小师傅说话一样呢？你说你，我也不是不给你钱，你说呢？老板，不是，多少钱？不钱的事儿，大爷，我这没有配牛这项业务啊。师傅，你咋这样呢？你说，来，师傅来，牛不写着呢吗？那汽车配牛吗？哎呀，大爷，你误会了，我那是汽车配件。那个单立人啊，昨天风大呀，给我刮掉了，还没来得及修呢。你看，看成牛了，误会了。汽车配件啊？你这是汽车配件啊？哎，对，那单立人叫风给刮丢了，可不咋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多亏你这是风把这个单立人刮丢了，你要风要把那牛要刮丢了，那还糟糕了呢。